2017全国高幼传承比客家开口时，连续体育金牌赛。今明日在云林县，即往客家文化馆来举行。总统上诶，对全台湾来嘅，为200次嘅村民来参加，希望同台湾嘅传统民俗技艺永久会传承下去。 大师系台湾传统嘅民俗技艺，日本做客家师台湾师同上司也对，对高雄闽南来嘅安都小朋友，从小学第一年级时就天天教练学客家师。我从3年级开始学客家师，已经学嘅2年嘅，我对音乐上开始学客家师，好多也学唔人咧，啊辛苦还好。 做马步，健康唔会没有那么辛苦了。今年嘅客家开口时，民俗体育金票赛，台北县台中湾客家文化馆来办，全国每200组嘅队伍来参加比赛，其中有9场系小学生，因为分别用木香用嘅民俗技艺来展现平常时学到嘅。来自全省14个县市，然后将近1000位的选手。 啊，刺激他们将我们这个客家民族的这个文化记忆来复兴。在用客家文化馆吼来举办，我们的特殊技术吼，也袂使吼，也袂传承吼，用上卡吼来开祭祭吼，跳好一个画图吼。主办单位讲，台湾嘅民俗艺成果多，都有自家嘅特色同文化内涵。 希望大鹏金票赛，大家做得上府来观摩同学习，传统民俗技艺才会继续传承下去。客家新闻李新龙云林报道。